大家好，我是 Everdale 张天勇。那我会接着谈我中年离职后如何在 Natural 找到另外一份半退休的事业。那在这第四段，我将会和大家分享我是用什么工具来准备文宣，就是 Marketing Material。那首先我先讲解我是怎样准备这个讲解视频，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我是怎样做的。这个视频呢，我目前朝采用的工具的就是这个 OBS Studio。 那 OBS Studio 你们可以去到这个 obsproject.com 那边下载。那这个 OBS Studio 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它可以让我同时录下我的电脑上的屏幕和声音，甚至我的那个摄像啊，就是那个 camera。 然后如果说我要播放一些video 的话呢，比如说我要播放 YouTube 的 video 来给大家看的话，它也可以在同时播放 video 的时候呢，它同时将它录制起来，然后变成一个视频。那当然目前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软件啊，你们都可以去探索。不过我本身呢，我是用这个 OBS Studio 啦。那你们可以去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那如果你要知道怎么使用的话呢，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 YouTube 啊，然后你只要打 How to use OBS Project， 就有很多这样的教你们如何使用这个软件的视频，你们可以慢慢去看。那第二个我要介绍你们的工具呢，就是这个 Audacity。 Audacity 你们可以去到这里下载 audacityteam.org。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 Audacity 呢？ Audacity 它主要是来控制我们的音频啊，就是这个 audio。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做一个录音，但是那个录音可能你是用手机来录啊，录完之后呢，当你要听的时候它非常的小声。那比如说你要把这个声音放大，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Audacity 将你原本录的声音输进去这个软件，然后再用这个软件里面的功能将那个声音放大啊。那么其他的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很长的录音但是我只要抽取其中一段话，那么我也可以用 Audacity 去找那一段话，那么我把前面和后面删除掉，就只剩下我要的那一段，那么我再下载下来。所以这个 Audacity 它还有很多功能你们可以继续探索看啊。那同样的，要知道如何使用的话呢，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 YouTube，那你就打 How to use Audacity，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视频，教导视频。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工具就是这个 Format Factory。Format Factory 你们可以到这边下载 bcfreetime.com/formatfactory。 那什么时候我需要用到这个 Format Factory 呢？就是当我需要转换 format 的时候譬如有的时候我用手机录音，但是我录音的那个档案手机录音的那个档案，当我要输入这个 Audacity 来做声音调整的时候呢，可能我的那个档案的那个 format 就是那个规格是 Audacity 不能够阅读的。那么我一个方法就是我去开这个 Format Factory 的这个软件，然后我将我录音的那个档案转换成 Audacity 可以阅读的，比如说是 MP3 那么我转换之后呢，我就可以将它放入 Audacity 去调整我的音量。或者有的时候我从网上下载了一段视频，一段 video file 那么可能那个视频的档案的规格我也不能够用在Movie Maker，Movie Maker 是什么？等下我再讲啦。那么我也可以用这个Format Factory 去把我下载的那个档案转换成 Movie Maker 能够阅读的，比如说 MP4 这样的话，我就不管我下载的是什么规格，我都可以将它转换。所以这个 Format Factory 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到。
那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要怎么去学用这个 Formula Factory 啊。假设说你开了这个 Formula Factory， 你还是不懂得怎么用，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 YouTube 去找啊。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要懂得怎么会自学啊，自己学习啊。这样的话呢，你不用说什么东西都依靠别人。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工具就是这个 Movie Maker。Movie Maker， 我目前使用的这个 Movie Maker 的软件是我电脑以前已经安装好的啦。不过新的 Movie Maker 是不是免费，这一点我就不确定啊，你们要去探索一下。那除了 Movie Maker， 其实市场上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软件都可以采用。那前面我跟你们讲说，我是用 OBS 来录制我的讲解视频嘛，对不对？那我在录制这个讲解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是一张一张 slide 来录的，我并不是一口气讲到完。那过后呢，我才用这个 Movie Maker 把它们连接起来。比如说第一个 slide 我讲的，然后第二个 slide 我讲什么，然后我把它连接起来。那么连接起来之后呢，我再放上那个背景音乐啊，这个背景音乐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解释是什么东西。我每次采用的背景音乐呢，为了不侵犯版权啊，我都会去网上找所谓的这个 royalty free music 啊。那比如说这个 Bandsound 这个网站呢，它就有提供这个 royalty free music。 那我进来之后我就看，那如果说它这样直接写 download 的，就是你可以下载可以用，但是你必须要在你的视频的最后尾端那边呢，你必须要写说你的音乐是从这里 拿来的啊。那如果说它是写 purchase， 就是代表说这个是有版权的，你必须要买你才能够用啊。那我进来之后，比如说我就看啊，我喜欢这个这个名字看起来不错 ，sweet 啊，我就要先听一听，我就可以按这个键。啊，我觉得这个音乐蛮不错的，那我就去下载。那下载之后呢，我再回去我的 Movie Maker 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拉进来，变成我的背景音乐。那一个讲解的视频有背景音乐的话呢，听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单调啦。但是你要给你的那个讲解视频人家听得比较清楚的话呢，你的背景音乐的音量你要把它拉得小声一些，不然有时候它会喧宾夺主，它的音乐会比你的声音更大声。那我还没有讲解其他的工具之前呢，我先将这四样工具把它凑合起来，再给你们一个概念哦。所以你看，刚才我先是用这个 OBS Studio 来录制我的讲解视频。这个时候呢，我只有声音跟我的图像啊，这个 slide。然后有的时候我录出来的声音可能太小声，我很需要用这个 Audio CD 来调我的声音，把它放大等等之类的。那有的时候我在采取或是我要从别的地方下载的那个档案呢，它的 format 可能不大一样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需要用到这个 Format Factory 来转换它的 format。 那最后呢，我所得到的那些档案，我要怎样把它联合起来综合起来呢，我就是用这个 Movie Maker。那这个 Movie Maker 我做好之后，我可以先在这边看了觉得满意了，那我才把它变成一个整体的视频。那另外一个我时常会用到的工具就是这个微信截图。这个微信截图是这样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到一个网站，那我想要将这张照片copy 了，然后 paste 在我的presentation slides， 或者是我要 paste 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 posting 里面。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微信截图啊。那如果你要用这个微信截图的话，必须要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你的手机必须要有这个微信 WeChat， 然后你的电脑本身也必须要安装这个电脑版的微信，你会可以去这边下载啊。那么当你要用这个方式的时候，你的
电脑版的微信必须要打开。那么它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叫你去手机那边登录 login 啊。当你手机那边一 login， 那么你的电脑它同时就会 login 了。那么 login 了之后，比如说你来到某一个网站，那比如说这个网站啊，那么你现在比如说要单单截图这张图片出来，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alternate end 啊，这个啊截取屏幕啊，那么你这个你按了 alternate end 之后呢，它就会整个荧幕会变成不同颜色，那你就 crop 你要啊截图的那个画面，那你就按这个青色的键，那么它就已经是算是 copy 了啦，或者 cut 了。然后你就可以去到你要 paste 的地方，比如说是你的 Facebook 啦，还是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slide 那边啊，你就 paste 在那边， Ctrl V 它就 paste 在那边了。那另外一个我时常会用的工具呢，就是这个 Photoscape。 Photoscape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拍的照片哦，它比较暗或是太过亮，那我就会用这个 Photoscape 来调它的光度啊，调它的深度啊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都会用啊。那么市场上也是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软件给你们用啊。那如果你们要用 Photoscape 的话呢，你们可以去这边下载。那另外一个我时常会用到的工具就是这个 PDF Exchange Viewer。有的时候我们通常用普通的 PDF Viewer 来开的话，那个档案我们是不能够改东西的，不能够写东西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这个 PDF Exchange Viewer 就可以。那你们可以去这边下载，还是免费的。然后你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在这边加，比如说加一个 circle 啦，加一个箭头啦，写一些字啊，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是蛮好用的，我觉得。那另外的就是有时候我会用Google Drive 来将我要分享给一些人的东西上载到这边，然后我就会copy 那个 link 给那个人哦 ，WhatsApp 给那个人，那么那个人就可以去到我的 Google Drive 去看到我要给他看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我常用的工具就是这个 Google Keep。Google Keep 呢，一般上它就是拿来做一个笔记这样的啊。那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我要联络的那些顾客啊。有的是可能是青氧机的，有的可能是Cambridge Wavelength 的，那我就会在用这个 Google Keep 呢，把他们的名字啊、电话啊都记录起来。那有的时候我要用 WhatsApp 来发出去，我要给他们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来这边看，那么我就会不会漏掉那些我的顾客咯。那么 Google Keep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管是用手机版还是用网上的那个版本呢，它两个都会 synchronize 的，就是说你在网上做的那些东西，等下你去手机看的时候呢，手机也会看得到，那么你在手机 update 的东西呢，你在网上也会可以看得到、哦、所以这个是蛮好用的。那这边我顺便提这个 Google Form， 这个也是 Google 的一个免费的产品。Google Form 有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个 Form 来给人家填一些资料，然后过后我们可以再去联络他们、哦、所以比如说你要做一个Facebook 的一个宣传、哦、那么你过后你要那个人给你他的 contact number 啦，他的 email address 啊什么之类的、哦、那你可以先做了一个 Google Form， 然后你就把那个连接放到你的 Facebook 那边去。那么人家一点击那个连接的时候呢，这个 Google Form 它就会跳出来，那么那个人他就可以用那个 Google Form 填写他的表格、哦、所以那么过后呢，他一填写完之后，你就可以在你的幕后那边、哦、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人的资料了。所以这些 Google Form 啊、Google Keep 啊，还有刚才 Google Drive 啊，这些都是属于 Google Account 里面的那些工具来的，所以只要你有 Gmail 的话呢，这些工具都是免费可以用的。所以这些工具我就讲到这里啊。那么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是可以采用的。那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目前的世界啊，我们有很多免费网上免费的那些工具可以采用。那如果你懂得善用这些工具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你在做这些 material， 这些 marketing material 的时候啊，就是这些文宣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靠别人，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因为很多时候你都可以自己去做。那么你自己做的文宣的话，别人看的时候，别人也会比较这样讲，容易了解你要所表达的东西，或者是有时候你要target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某一群的人，那么你可以自己去制作你的那些文宣，不需要等别人来给提供给你。那这一段我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段呢，我就会做一个总结，然后结束这个整个 presentation。谢谢大家。